就很棒。不吓人啊。我不怕啊。他太轻了，他把那个桥抖不起。不怕，结果没用。那里还有一座，上面还有。不得上按条条了吗？哎，怎么了？崩了。我拍前面，开始拍到你，没拍到是吧？我不到啊，我怎么知道？你走，没调调，没调调，快带上。没调调是吧？是，我应该没拍到你，我刚才应该怼到你胸上了。没坏，吓死我了！会回头，口罩都没了。我还有一根肠，我还有肉肠。下开了，我已经想拉屎，我服了。他刚才不就说他想拉屎吗？要是我爱你，是前面吗？咋了？我可都湿了。照的是大王的湿身。去海洋馆看海鲜喽。你在说你的那个海洋馆看海鲜？我感觉我袖子也湿了。下坡内八，上坡外八。什么知识大王？什么玩意儿？哦，蛋白质，蛋白质。给那个什么，给那个水打的头发都湿了。不知道能不能上？他满脸都是被水冲到的。我不知道能不能上，他在问。不知道他在问。那我们再说说一次。你只有在下坡的时候，真服了。我看看，大王，我看看，大王做梦都想拥有的身材，谁给你 P 上去的？我真服了，我真服了。我这一会儿就到了。谁给你 P 上去的？我不知道。对，收到短信了。你拍到啥了？怎么你被警告了？啊，有个短信。什么？热玛这是。不知道啊，我拍啥了？什么情况？什么？不知道，我被警告，但我不知道拍啥了。为啥呀？拍啥了？被警告了。嗯。为什么被警告？什么？不包含基因主播，请保持内容，不包含其他平台第一视角直播内容，请尽快调整。要第一视角。你刚刚是不是对着别的地方了？外面了？可能是。对着外面，他觉得你挂机。
哦，可能这样。不是，没有，我刚对着自己一直搁那动啊。对呀、啊。啊？能、啊？啥呀？什么东西、啊？就是肖家和龙，我有没到停车场呢？我刚说你。我脱。哦，美人鱼是吧？啊、哦，那怪大王，那是我搞的。那大王你背锅。那我之前换了几次也没看到有、啊，可能当时没有什么人留意到，可能那个超管刚好眼睛小没瞄到。大王背锅。就很棒。